Hello， 大家请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讲我们元气骑士，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，对，没错，角色又被我玩死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又再开一局，然后这边的话看到一个蛮特别的东西啊，就是两把一样的这个大雪壶啊，可以给它这个融合，是不是会变成这个巨雪壶？哎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从这边开始。好，原本是想说打到我们第二章的时候再从第二章给大家看一下，要不然一直都在打我们第一章哦。但是就算了吧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刚刚已经选择一个天赋了，是让我们自己生命加成的，我觉得还算是不错。所以其实武器跟武器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的一种搭配的一个方法，这也是观众一直跟着您讲说的，就是看到武器的话就尽量去摸一摸啊，或是看一下，都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想，就不一样的一些体验这样子哦。所以这款游戏的话，我说真的啦，真的很猛，好不好？真的很猛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无法再想出还有什么就是赞美词可以赞美他了。最近从那个五周年入坑到现在，一直疯狂在夸奖他哦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的话，特别的这个效果是敌人会变快，然后最大能量减半，然后再来是我是不是来过这儿跟这个暴击伤害增加？我是不是来过这儿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是房间的一些东西的感觉吧，好不好？然后我怎么感觉真的欸，对啊。欸，真的，我终于知道我是不是来过这是什么意思了。因为我的关卡好像长一模一样欸，然后我的那个什么雕像或是干嘛或是掉的东西好像也都长一模一样。真的欸，我是不是来过这？原来是这样子啊，房间感觉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都是给我能量药水啊，各位。我已经拿了好几把这个能量药水了，然后就是大雪壶。欸，真的欸，这个房间的挑战特效也太好笑了吧。就是我会不断拿到大雪壶，然后不断的拿到我那个，然后不断的重来，是不是？那也是不错啦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挺有趣的欸，挺有趣的这关，这个挑战很有趣欸。你看我们来的地方好像都是一模一样的地方，但是这样好像就没办法赚什么钱啊，比较可惜一点点。对啊，都长一模一样，嘿，尤其是在偷懒啊。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蛮有一番风味的哦，还不错欸，这个想法。这个念想很不错欸，好笑哦。那我们待会又可以再拿大雪壶了吗？我想说可以大雪壶跟那个巨雪壶一起这样，你看又是能量药水，哇！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一直没掉新的东西？原来是长这副德性啊，各位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地图完全一模一样啊，各位。我刚才还想说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哦？他告诉我们了，好不好？他告诉我们了，原来意思就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意思就是。我们在不断的进行轮回啊，各位，还蛮有趣的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的，我自己私底下在玩的时候也没碰到这种的，而且我们现在其实真的顶缺懒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是只有那个是什么？是法力减半这样子啊，又是不一样嘞，超爆苦，超爆苦，变了，对，这是爆炸苦，这还蛮不错的，好。接下来应该就要打 BOSS 关卡了。BOSS 关卡总该会换地方的吧？有啦，有换了。笑死！哇，那一直轮回到重复的房间欸，要求。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啊？游戏都知道你要偷吃布了，他们会自己把那个打开啦，要求。我想说，我原本以为可以，就不行。然后这一次会比上次轻松了一点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，就是那个。敌人的血量是没有加倍的，因为我们上次玩的时候血量是加倍的，所以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点。彩虹小马能量药水，继续打一下。打完接下来的关卡再看一下买什么。欸，你打过那个什么啊？你打过那个就是血量翻倍的人之后，你打这个就好轻松欸。但是我们现在没魔了，尴尬了。我的小帮手们，快攻击！拜托了，不然没魔打 BOSS 了。神点开火，神点魔量。好。目前看起来，我觉得待会可能要回去买一下那个能量药水之类的，我觉得会比较保险。不是哦，这个
能量减半真的是要了哲比的命欸，我平常就已经很不会控魔了，你现在给我一个能量减半，是不是不要哲比玩啊各位？这死定欸。来这边南魔南魔，哦这是什么蝙蝠侠，雇用一下好了。然后我在想要不要回去拿魔量魔罐欸，但是我觉得好像也还好欸。那我回来扣血的，欸算了，好没关系没关系，打 boss 吧，别怕，我们还有蝙蝠侠嘞，对不对？高谭市的英雄怎么可能会输，是不是各位？来了，这是什么巨人，所以这一次又有隐藏通道是不是？走，这蝙蝠侠出去打怪啊，哦欸，我发现这个大雪狐还蛮猛的欸，按住直接连射欸。啊猛蟒蛇是这个太神了啊，回去补个血。欸直接射烂欸，哈哈直接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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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巨人就没了好不好，巨人就没了。那我们的蝙蝠侠还活着，回来补个血。这边又补血罐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我看一下啊，巨人关卡是不是有那个啊隐藏通道？我记得阻拦的才没有，对不对？阻拦的没有，然后巨人的有，所以最近是不是都有一堆那个隐藏通道的这个关卡？我已经连拆三场都有这个隐藏通道的关卡嘞。你看旁边也有，最近都在走这个隐藏道路之最吗？但大家有跟我讲说，就是玩这个挑战模式最好是不要走隐藏道路啊，因为。应该是因为比较难一点点吧，我也是这样觉得，合理。上，那前面这个用错啦，不是哦，白痴！我现在魔量很少，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浪费我的魔？哎，不是这样子的哦。他怎么可以这样一直浪费我的魔？我点一个我就点到旁边，然后我就会发射一发子弹。在哭啊！不要再浪费我的魔了啦！妖修，好惨欸。那这个是不是要各种乱走？欸，所以应该是这样，然后这样。欸，等一下啊，应该是这样。你看他一直在浪费我的魔了，哭啊！这个这样，白痴哦，别再浪费我的魔了。哎呦，能量上限加100，铁定要，铁定要，这再不加我就要死了。2-1，哎，刚好可以那个。欸，我这样有加吗？还是他就一定帮我减半啦？所以那个是一定会弄的那个干扰是吗？那完啦！欸，这关是不是就是那个出了名的美宝箱鸡巴关，还会掉下去？欸，对我掉下去了。哦，虚空剑。就可以虚空剑一下啊、哦！不是哦，啊，虚空剑也要耗魔啊啊！打完了是不是？哦，打完了，我在干嘛？就是精灵游侠，精灵雕像哦，冲击波，看一下这冲击波是不是也有效果啊？就是跟他的那个，就是跟他的大招一样大吗？这观众有跟我讲。哦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，但我只知道这个虚空剑也是很耗魔的，有个87，但至少好不好？至少它是吸过来砍啊，如果没得吸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还可以有办法，对不对？
没得吸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办法，就是那个拿它来当近身攻击武器。虚空剑，我好虚空啊！怎么那么多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啊、不是，是不是就是那个、啊、同一个那个同一个房间的感觉？啊，完了，完了完了，我们又要进入无止境的轮回了。但至少关卡的话，它的那个样子我们都是知道的啊、哦。哎、欸，那我可不可以重复的供奉同一个雕像啊？看这个二之二应该也是长一样的、哦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这其实这把。空虚剑很难控，等一下，要出事啦呗！因为他要聚气砍啊，这把比较麻烦，他要聚气砍。他没有聚气砍的话，没办法干嘛、啊？而且我记得这关好像就真的没有那个哎、欸、补血的东西了，我要完蛋了，各位！是什么？饥饿术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小心点，小心点！我现在用这样的方法在打怪啊！近身攻击，蓄力砍。我的蝙蝠侠好朋友也快摔死了，各位。哦，没办法补血哦，完了，完蛋了，各位，没办法补血哦，一滴血的，怎么上次都是什么，剩下一次广告，然后剩下一滴血，像玩个毛线球，然后还没有那个，还没有天赋，哎、欸，换关卡了，换关卡了，看一下，可是我没有钱呐、啊，我没钱呐、啊，看。那么穷，哎，小心点哦，别喷超过哦。哎，不是那个，他那个箱子根本挡不了攻击，哎，烂死了，然后他自己摔死了。Oh my god！ 用一下蟒蛇好了。天哪、啊，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有魔量了，有魔了，有魔了，有魔了！啊，有补血的，补一下，太少了吧？先灌死这个。哦，这个蟒蛇不错哎、欸，它打下去之后，它会那个子弹在自动追踪。这个有舒服，那就是没魔的时候再用那把空虚剑吧，各位。有魔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搞事情了，要求，哇，好恐怖！我觉得那个什么，那个会让你回到重复房间的这个设计真的挺不错的，挺有料的，很有趣。但是如果没有想要拿到你要的资源的话，就挺白痴的，挺尴尬。加油！我现在很需要更多的魔，因为我想要知道，就是我那个天赋是不是白痴啊？我那个天赋是不是没有加成啊？因为我记得刚刚好像一开始就是166，对不对？各位是吗？所以我点了一个没必要的白痴天赋，这样子看起来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尴尬啦！选择一个天赋，增加攻击速度哦。OK， 那我们明天的话再继续我们接下来的冒险哦。我觉得有点尴尬，但是有点有趣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是齐平，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